今天就起来，我好累。你、我好累。小朋友，听到爸比回来就醒了。我脊椎要坏掉了。你脊椎要坏？你妈咪的脊椎要坏掉了、欸。在看电视。你在看电视哦。哎，睡一睡，听到爸比开门进来就喂。不要吵我看电视。你先抱他去看电视。要看电视啊？你要看电视吗？你在看什么？日本秘境有房好吃惊啊！是啊、哦，你喜欢看日本的节目啊、哦？是吗？是吗？是哦，是，是哦。你下个月底要去日本了呢？你又还没买机票？要去冲绳了呢，冲绳呢？又没有买机票，去冲绳，冲绳吃好吃的冰淇淋呢？还有不能吃？哦，你不能吃。去冲绳，他只能吸空气。吸冲绳的空气呀？你去那边可以啦，可以吃一些副食品哎、欸。他只能现在只能吃十倍粥而已啊。日本到时候已经要五个月可以吃一点，没有，他是从六个月才换别的、哦。那天那个医生有给单子。我们去看呢、啊，那个日本去吃日本的米的，日本的那个粥，日本的那个稀松屋什么，他们如果有卖、啊。你早上吃日本的粥。去日本哦，去冲绳，等你再大一点，再带你去其他地方。东京，还是那你去，去哪里啊？嗯，北海道，冷冷的地方哦。嗯，去玩雪，踩，好吧。来，换爸比抱，你妈要吃饭。